起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他都要永成老师讲拢实在有够赞，啊，但是哦，有一点无讲破，我想说，也未讲这个嘞，我要讲的物件以前先跟你讲，伊有讲二十一师必做二十一军，好、哦，阿、啊、要就调去上海，转去用歼灭，安、啊、奈去用歼灭，好、哦，这爱安尼讲。国民党的军队来台湾的时候、哦、来抓俘，就是咱们路边看到，哎，这少年给抓起，抓起做兵，迄、那个少年给抓起，抓起做兵，啊，抓去倒位，抓去中国参加内战，这是真无合理的代志。啊，去中国参加内战的时候，中国兵哦，你都知影集体投降嘛，拢投降哦，共产党。啊，共产党就伫上海开始伫占上海的时阵哦，哎、欸，这个蒋介石专派二十一师吼、哦，变作二十一军哦，这常用的呢，开始台湾人几十万人呢，派去上海，去甲共产党拍，啊，共产党那边的军队拢是台湾人呢，迄本来迄种抓俘过去的拢台湾人讲哇。这个就他们台湾就把我们台湾台湾人全给他们歼灭掉，全给二十一师二十一军歼灭掉，所以这个故事、哦、稍微插下去。现在我们讲主题，国家政策的兴亡，我们未来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主管、啊、一个单位主管哦，你这个单位会做的好，做不好，吼、哦，跟这个这个知识，下卡讲的知识有关系。你都爱先讲，过去做唔对代志的吼，迄、哦那个亡国，迄是咱虽然拢唔是皇帝吼，未、哦、亡国吼、哦，但是你这个单位会去无去，会去让人踢走吼，吼、哦，什么理由？咱来看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先讲心理因素，哈、哦，将官甲未将官，这是在讲啥人？讲蒋介石。蒋介石吼，好、哦，这讲伊怎啊要分落去，无要紧，我来提落分吼。蒋介石吼，这个本来是去日本士官学校。还没毕业、哦、但是收到孙中山的那个提拔、哦、专去做什么呢？专、哦欸、这个孙中山当时、哦欸、有说一句话，说这句话不听的人就举手一下，说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不听的人举手，哦，不少人这所以不是碰碰的啦，啊，那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哦，迄个时阵爱去解说一下，苏联、苏俄在即个列宁1917年革命成功，啊，1919年隔两年了后成立第三国际，哦，第三国际是啥物？就是讲哦，我这共产主义这么好。我要把共产主义推行到全世界，好、哦、成立第三国际。啊，所以你即摆看起东欧十几个国家拢共产国家，好、哦、啊，即中国哦，嘛要把你变作共产国家，因为这里是社会主义真好的物件。啊，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就共产主义，按、啊、一讲的时候，苏联嗯，安尼即跟咱共国的，所以要安怎？迄阵中国的现状哦，迄阵的现象哦，都是袁世凯死去，袁世凯的部将每人割据一个地方，变作国军阀，变作一个国，无咧家己知道，哦，啊，这个拍那个拍这个，哦，这规个中国大乱啦，哦，
啊，苏联提钱，他们这个黄埔所在起一个黄埔军校，所以大家要注意哦。黄埔军校是苏联提钱起来起的哦，哦，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共军、共产党是国军，都是中国军哦，这是有独立的啦，哦，拢为黄埔军校来。啊，去黄埔军校，哦，只要有一张图，陆军军官学校，这个孙中山，这个苏联的阿杜啊，伊个排头一排嘛吼，啊，这蒋介石，靠后边这蒋介石，安尼下人提钱出来，苏联提钱出来，提武器，提弹药，搁派苏欧洲的迄个军官来教你安怎修建，所以蒋介石要北伐，真简单，就拍个一个拍个南京去。拍到两家去了后，这个人的野心全大起来，要注意，野心大起来，大到什么程度呢？竟把恩人当仇人，就是哦，开始清党，清党是啥意思？抬共产党，共产党是你的恩人，啊，你即马开始讲抬共产党，啊，所以中国。进入悲惨的世界，就是为这开始。这就是过去咱台湾历史，在台湾的中国历史，无要讲的说代志，咱按去查个，嗯，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啊，苏联提钱来，甲你训练黄埔军校，啊，拍到南京去，啊，那变成清党，但台共产党，这就把恩人当作仇人看。所以这个国未兴会亡，哦，这就是讲这代志。今麦阁讲汉民族，哦，国力消退的原因，在西方世界，咱就知讲，咱这个在中国历史号称五千年，其实碰碰啦，三千年那里啊。啊，像什么蚩尤啦，什么大战蚩尤啦，指南针啦，吼，那东西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古来变作真的嘞，吼。啊，这个胡说八道，但是咱讲有25朝代，五千年25朝代，所以每一个朝代算可以碰碰2000年去哦，绝对是100多年那年了哈，就一个朝代。但是我。读西方历史的时阵哦，西方有一个东罗马帝国，有多少年你知无？2000年，一个王朝有2000年。哎，奇怪，人一个王朝有2000年，你的王朝那才100多年啊，都个好势啊？这有什么道理？这哦，因无孔子讲。主要的原因，因无孔子讲，孔子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哦，你对恁老爸友好，等于你对君王的友好，的信忠。这句话听起来有道理嘛？但是无道理的所在是在多。这君王不是30岁，不是40岁，不是50岁，是3岁。啊，你要安怎对他信忠？你敬重他的时候，敬重他老母，敬重他阿姑，这样怎么敬重？所以这个王朝会灭。这个西方世界，让这个东罗马帝国，他规定要成年男子才能继承王位。这我提一个例说，这个凯撒大帝去用台死，啊，伊有家己个囝10岁，但是伊要就继承伊个王位是叫做窝大华、窝大维啦吼。这个窝大维是他的养子，吼、哦，啊，都20几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案例就讲，所以你这个
那头壳内底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吼，即、這个存在的时阵吼，即、這个国吼袂兴。啊，讲到吼、哦、中国，蒙古人来占着中国，啊，伊个中国吼、哦、的人分做四种。蒙古人色目人，色目人是啥意思？目睭无共色个，哦，蒙古是占个欧洲世界的，就目睭无共色，因为是讲头长无共色，伊讲目睭无共色，哦。汉人，这个汉人哦，毋是咱在讲的汉人，哦，汉人是指金通底下的汉族跟女真、契丹、渤海。高丽等族、哦、所以不一定是汉血统的、哦、所以有一句客家话说爱汉人、啊、我是汉人、啊哦、那是对官僚的人说爱汉人、哦、所以这是、哦啊、民间呢、啊、民间把人职业分做十等，一官上一站的做官，二吏，第二个做官官吏，三征哦，黑熊警官啊，哦，四道，道都也嘛是黑熊就对了哈、哦，五工哈、哦、做工的，六农，七医，八唱怎样现在做记录号的哈、哦，还叫做唱了哈、哦，啊九乳。九乳就是读孔子的吼，这是较输吼做妓女啦，吼、哦、啊十届十个第十个就做乞家，哎、欸，啊这个有讲唔对无？那九乳十届，哈 啊所以即卖咧有一句话吼，恁迄个恁若听中国人在讲臭老九，什么叫臭老九？你要读书人哦，臭老九！你干那样读孔子的书哦，那腿下面呢？好啊，人蒙古遐尼兴哦，所以这个哦，孔子哦，表面上是有功，但是去予统治者运用起来了后，走进去啊。咱唔好直直讲孔子外战都外战，日本人来占台湾时阵。1895年，第一总统府第一中山的第一日中法院遐有一间孔庙，得起17年来尔，都给拆掉个，都控制无效。啊，尾手后藤新平来讲，哇，那台湾这派官，吼、哦，都去做一个调查，叫做台湾古官调查，旧的习惯去调查。啊！调查结果，知影讲台湾住喺台湾顶头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本土台湾人，吼、哦，摕德国倒菜刀来甲咱拼；啊，一种吼、哦、是唐山人，吼、哦，爱钱惊死个爱面子，吼、哦，所以这个爱钱惊死个爱面子吼，要就互人运用讲台湾人是爱钱惊死个爱面子，其实咱台湾人。摕德国倒菜刀，都敢甲日本人拼7年的会战，吼、哦，14年的革命，吼、哦，日本人开始都毋捌拄到即款的汉人，吼、哦，强国咯，毋捌拄到。满洲人统治台湾，吼、哦，要甲你台湾人分化。这个分化到今天还在分化、哦、我稍微举例分化他就创一个叫做分类戒斗分类戒斗什么叫分类戒斗葫芦人跟客家人太太你们下去太好死他就好了他、哦、怎么会他感觉好呢我、哦、来台湾来做官好像才做3年而已啊，三年官，我两年落地啊，就对我满满满。啊，你卖讲，甲创一个什么反清的哦，
害我都爱去用调转去中国，吼、哦。所以吼、哦，要安怎互伊个任期较久个，就是恁台湾人互相相待，吼、哦。闽客斗、漳泉斗、漳州人甲泉州人讲话小可差，落去台，吼、哦。县级斗、官甲官吼，落去台，吼、哦。族姓斗，姓林的甲姓陈的，姓陈的甲姓王的，哦，落去台。啊，佫一个真趣味的客客斗，客家人台客家人，哦，无管安怎都甲你分化，哦，啊，职业团体互斗，啊，即、這个即摆还佫有留落来无？有留落来。即摆当咪台湾出生的囡仔，毋是叫做台湾人，看因老爸山东人，哦。你的籍贯叫做山东，去到山东，人拢讲叫伊台胞，台胞绝对无人承认伊是山东人。啊，伊家己讲我是山东人，台胞啊，啊都、就是去用分化去。好、哦，咱知影美国的法律，你若在美国出生的，就是美国人。好、哦，无疑问，所以人美国会团结。咱即马也阁无法度团结，都是受到即款的祸害。即、哦、三年任期不准洗卷，吼、哦，袂使娶某仔囝来台湾，来台湾做官会使，袂使娶某仔囝，袂使娶某仔囝，所以吼、哦、拢单身男子，啊来个台湾，和台湾甲即个平埔族。大量的混血、哦、所以咱的血液里底，一个台湾人85%是平埔族的，哦，剩咧15%的其他的族，这是有原因的啦，吼、哦，这个有原因的，啊、哦，即马在讲中国太平天国，吼、哦，太平天国是洪秀全，哦。是广东的客家人，袂歹。读过书，啊，伊因为伫读书的期间吼，伊去考试考袂掉，但是得到一本书，叫做《劝世良言》的书。这本书就是圣经啦，吼、哦，圣经，讲开，这圣经用汉字写的圣经，吼、哦，啊，伊这个圣经，伊家己认为耶稣是天兄。我的哥哥啊，我是老二，天地啊，这自称天地。哦，这太平天国是基督教哦，你爱怎样哦？哦，啊，转革命啊，革命一下就成功哦，一下成功。伊第一个生日迄天，1月11日，1851年1月15日。建国号太平天国，哦，洪秀全自称天王，杨秀清当王，哇，就分王啊，就王位就分落去了后，王位就分落了，这问题就来啊，大家要抢官位，所以咱即马做民政府同款，咱若得到政权的时候，即、这个做科长，迄、那个做局长，迄、那个做部长，问题爱注意。伊即个就是即款代志，伊可以灭亡，做个做最王的时阵哦。1853年5月1日起，53年3月都进来南京，真紧啊呢！两年来呢，江山一半向太平天国占去，哦，啊改南京叫做天京，哦，啊信上帝，哦。啊，因经济上吼、哦，共有共享政策，收入全归县国，吼、哦，这都袂歹，所以就拍个一个兴起来，啊，兴起来了，吼、哦，诸王荒诞于酒色，即马吼我已经做王啊，所以啉烧酒，吼、哦、爱查某，拢来啊啦。唔是一个一个王安尼啊，大个王拢安尼，吼、哦、啊乱去，这就是被灭亡的前兆，哦。
内讧，就开始内讧。咱即马都要注意，这太平天国是一个这类甲咱讲的内讧。杨秀清专权，被石达开抬死，搁抬韦昌辉等等，抬来抬去，抬来抬去，和太平军哦元气大伤。这个时阵，在另外一本书下，美国人的书下，咱美国人吼、是基督教的国家，是毋是爱支持这个基督教的太平天国？专派几下人来去见洪秀全，见洪秀全哦，因无满意，因甲基督教哦无，伊讲啊，迄个是阮哥哥，迄个耶稣是阮哥哥，安尼来尔哦，干那几点不通来尔哦，剩的拢未通咧吼，尾手英国军、美国军全无咧支持，无咧支持太平天国，无那支持太平天国的时阵哦，迄就改朝换代啊，因为咱知影。咱一个革命的活动，那无外国势力来吼，成功的机会真少。伊长期这个外国来帮衬的机会，外国想要甲你帮衬，无法度帮衬，买手全去帮衬晚清的这个曾国藩，互因请来拍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都灭亡，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亡，所以这个要注意，这个咱做实际的，这个要注意，但是咱在讲这个国家的政策，咱不得不讲到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法家，那要讲这个法家，因为法家就是用法来管理这个国家，咱即刚才咱即马只讲法理自治学院，即法理无讲法袂使，这法家是安怎的讲法？春秋战国的时代，这是咱两千多年前，伊的学说，也使讲霸道，法家认为。人性恶才生法度，伊讲吼，人的心有恶，恶的时阵爱设法落去，和恶无去，生而有望，有色望，才有声色犬马，以致盗贼，一定爱用如法要矫正，强调用法的。制度来约束臣下，胜过一时的人治。就是讲爱用个法，这个法哦，爱注意，来胜过一切人为因素了哈。君主运用法、术、士三个来运作嘛，达成战国君主霸业为中心。所以这帝王之法，这个法家。代表性的人物是商鞅。商鞅咱知影变法，商鞅有偌伟大？商鞅是一个读书人，但是伊读法家，伊去甲秦孝公建议，秦孝公采用伊了后，伊专实行法家制度，在秦国。实行法家制度的时候，会重伤到什么人？重伤到现在有权威的人，现在有权威的人重伤到，但是去扶持到百姓奴隶都背起来，所以秦国全强起来。所以为什么秦始皇有法度统一六国？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实行法家，
你若无实行法家，中国一定要个四分五裂，到个今日也赶快，都是因为有商鞅的，到法度，规个中国有法度当统一，但是嘛，一般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吼、哦，所以伊叫做这叫做变法，哦，随着时代的进步，政治制度。结构也来爱发生变化，就是讲你唔好讲潮归潮水，吼、哦，潮归潮水，就是讲以前人都按你做，我今嘛咪照按你做，不一定，不一定爱按你做，吼、哦，一些变啊，就这叫做变化，啊、哦，按你经过变化带领富国强兵，吼、哦，伊强调讲一句话。过度遵守古规则，哦，无正式正式因时制变法的重要性，干那以后组织逐渐走向苍老衰亡。你过度遵守古规则，无不正式。无该看讲，因为变诶，迄、那个即摆时间无同款，制度也无同款，变化的重要性，你即个愈行就愈衰微咯。咱即摆来管理一个单位，即、這个单位过去都是红包天下，你都吼、哦、尊重过去的迄个处理红包天下落去，啊，你保证死啊，对无？啊，伊即就讲你爱变化。即来对秦孝公，吼、哦、的时代吼，用个商鞅的耕藏策略，吼、哦，伊就采用即个变法。啊，即、这个是商鞅的图像，即是，即无一定生的即款，但是有人该按你画，啊，我就该摕即个相片出来，吼、哦，商鞅，啊、哦，商鞅是。三九孔 BC 就是李辉这阵2400年前，哈、哦，一世公孙，什么叫做公孙呢？以前人哦无死啦，哦，人无死啊，因拢姓迄个哦，你做什么大官哦哦，你是什么公哦？啊，你姓的孙哦，叫做公孙呐。所以这个真多啊，司马同款，哦，你以前伫咧官辈吼，司马啊，啊都司马，啊司马迁吼，对这姓氏安尼，啊个一寡姓氏汉姓氏安怎来地名啦，吼，啊姓陈就是陈国，姓丁丁国，吼，啊这是这以前叫做公孙，名鞅吼，啊伊伫秦孝公的时阵吼，封官伫商邑。所以叫做商鞅，伊是魏国，这个魏吼，这个魏国，这个魏较细国啦吼，好，所以叫做魏鞅，吼，研究用个法来治国，吼，啊，有一年，魏国的宰相哦，吼，伊破病啊，就要死啊。这个事啊，就甲国王讲：“哎、欸，你较紧重用魏鞅啊，吼、哦，重用我这个学生魏鞅，这个人足厉害，你来用，吼、哦。”啊，这个魏国的国君吼、哦，魏惠王讲：“好啦，该我被答应啦。啊”阿妈，伊讲你若无用，无要紧，该杀死。魏鞅袂使去留去服别国，即个款的人才袂使去留去别国，你该杀死。伊讲好啦，吼、哦。啊，结果呢，伊魏王走了，又转个商鞅叫来，甲商鞅讲，我甲魏王建议两项，第一项就是重用你，第二项就是甲你杀死，啊，你家己想办法开走。啊！你知影魏鞅安怎讲？因若无要重用我，嘛袂甲我杀死。啊，都有影咧。
无中央伊也无该太死，哦，所以商鞅有世人之名，死前哦都看到看到看人哦看得足准嘞，哦，但是公孙做死了后，伊转去挖去秦国，哦，挖去秦国，啊，入秦了后，去见到秦孝公。孝公，哦，秦孝公该第四遍，第一遍讲大道理，叫做地道，做皇帝道理。这秦孝公听个困困去，无效，歹个见，啊、哦。第二遍该讲王道，做王的道理。秦孝公嘛，听了无味啦。第三该讲霸道。该讲霸道，哇、哦！秦孝公日以继夜，该讲三更三暗，讲袂煞。安尼好，你来做宰相，我甲你配合。秦孝公专采用这个商鞅这个人，哦，所以这秦国会兴，原因在遮。兴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秦孝公的囝。太祖，太祖有一回乱太郎，啊去抓到，商鞅来抓到，啊要安怎处罚？太祖袂使太嘞，啊要安怎？太哦，太子少傅，太祖的老师，啊太祖的老师啥人？就是秦孝公的哥哥，什么型呢？皮啊！剁断，片啊，给挂起来，挂片啦，叫做异形啦。一个片哦，按两一个刀啦，异形。哦，安尼给处理。哦，啊，这个囡仔，这个太子放逐，袂使待王宫，该可以去流浪。哦，流浪十几年。哦，这个刑法哦，真严咩？这个秦孝公哦，盖堂数日不宴，好、哦，公啊，滚啊，刚袂安尼不宴呐，啊、哦，主张用个暴力来解决问题。咱即马民政府就讲，你若犯罪的时阵，卡松配甲你收落，两片卡松配变成四片。这就是霸道，你无安尼做袂帅啊！哦，这就是霸道哦，用个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秦孝公跟商鞅的思想一致，哦，彻底变法行动，哦，废除了旧有的井田制。以前刚刚讲井田制度，刚才假货咧吼。蚕哦，画一个井字，啊，八人得一人做一地，啊，中央迄地哦，大家来做，啊，结果中央迄地哦，迄草生啊一堆草哦，好、哦，井田制度即无效了，大家干那要顾家己啦，你要顾一个中央迄公有地无啦，无迄个代志，但是理论上是真好。啊，咱的书嘛，读到讲井田制偌好，都偌好。哎、欸，其实哦，卖去做骗去，哦。彻底废除了旧制度，实行新的制度，和秦国真紧的强起来，成为暂时一等强国。本来秦国是弱秦呐、啊。常常去用打算的、哦啊、现在变成强秦、哦、商鞅本人、哦、遭受到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商鞅、哦、他也得罪很多王公贵族的、哦啊、现在等到秦孝公死去，好你没靠山，用过一个真秀的名义专家商鞅、哦、
讲你违法，啊，商鞅就走路。商鞅走路要去大旅馆，旅馆讲，啊，你身份证摕来我看。伊讲我无身份证，伊讲袂使，你无身份证，我若收容你哦来带哦，我甲你比同款罪啦。你若爱互台死，我嘛爱互台死，袂爱带。这叫做做法自毙。伊家己做诶法律吼，遐尼周密吼，连伊家己都走袂开去吼。啊，买手去互即个伊反对派诶人吼，就是反对派，就他都有讲。即、这个秦孝公的哥哥吼、哦，偏去用毒起来吼、哦，因张着该处以车裂。下面叫车裂，车裂是极刑，有两种，都、就是甲一个人，用五只马，还是五只牛，一个白头壳，啊四只，两只手，拢五只，啊。当时甲你哦，行落去，啊，人体哪有法度动？迄五只牛甲你拆，所以这个人全拆开，啊，拆开当然死去，这叫做车裂。但是车裂有两种，一种是活人落去安尼做，一种已经死的人落去做，哦，这车裂哈、哦。所以伊这个商鞅虽然变法，但是。伊嘛是献出家己的性命，不过对秦国来讲起来，是因为有商鞅的变化，和秦国全变强国起来。哦，啊，到个秦始皇到有法度通统一，哦。啊，另外讲一个法家的人物，叫做韩非子，哦，即李白孔鄙西到李三三，哦。嘛是第一个2300年前了哈，第战国时代，哦，著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哈，这个法家哈韩非子哦，伊有什么缺点？伊大智，伊写文就是一等一的，啊，但是嘴哦讲话哦有大智，哦，啊有大智哦。在表现上哦，都较差一开，哦，啊，但是秦王真欣赏伊。不过有一回要去打韩国，还是要打魏国？伊讲卖打韩国，先去打魏国。啊，伊个同僚一个叫李斯，李斯你大家拢知影，秦王的这个丞相李斯，讲这个哦，这不好，专。来促戏，所以这韩非子也死于非命。哦，咱哦，今仔日哦，有本一个讲义落去，这讲义是韩非子写。好，哦，韩非子写什么？有47种的王政。哦，这个国的王是有47种的迄、那个，诶，这个王政就是讲没有。灭亡以前哦，有这个现象产生的时阵，啊，咱即马做一个大臣，做一个官员，哦，袂使讲规个国家都互你去灭亡，但是啊，你也知影你的单位是不是有犯着类似同款的错误？哦，咱稍等一点再来解说。讲啊，法律有什么作用？哦，定分指征，就是讲规定这个是啥人的，就啥人的，卖个争论，哦，定分指论，哦，伊讲哦，准啊讲路的看到一只兔啊在走，吼，几百人去抢，要去抢一只兔啊，哦，因为安怎嘞？一只兔啊在走的时候，伊无主人啊。下人看到下人抓到下人下啊，但是啊，菜市啊在卖兔仔的，几百只兔仔你都无去甲抢，因为迄个人有所有权，哦，定分指征，这就是讲这个意思啦，哈，哦，这就是讲，这就是法律，爱有法律，有法律的时阵，大家遵守，哦。第二个作用。
新功具报，这法律的作用哦，鼓励人立战功，和迄个不法之徒感觉真恐惧。哦，新功的最后的目的，富国强兵。所以哦，你有这款严格规定哦，哦，你若有功劳，你躲，你就背起来。啊，你若乱七八糟，就给你抬。哦，这是法律的作用。好利勿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有好利勿害。哦，伊讲哦，什么叫好利勿害？一个乡邻赶几千里路，哦，也无感觉远，因为头前有利益，伊就去投诉。啊，掠鱼的人唔惊危险，行啊搁较远，啊，就是要掠鱼。所以结论就是说，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为人有追求，伊要追求的物件，伊要追求好的物件，所以人有法度来治疗。所以讲，咱同款哦，你管的迄个单位，你要安怎奖励？哦，要安怎惩罚？爱个规定会好些。哦，就是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所以你下骹的人，你都有法度治疗，医治，让因袂使出错去。哦，那这回三三二三哦，无该治疗哦，啊，太苦啊。哦，三三二三，这就是贪污嘛。啊，贪污抓袂出来，啊，抓到个。半杯料袂出来，安、啊、喏，这国家完蛋。哦，啊，咱平民同款哦，这个掌管了后，你要安怎去处理？哦，因为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哦，民，咱有法度通管理，就是爱用哦这个方法来管理。哦，这是讲大局啦，哦。注意，不法古不寻今。大家拢讲哦，古早人安怎做？哦，做甲偌好都偌好，无一定，因为时代在变化，咱这个社会也在变化，所以不法古不寻今。哦，今仔日咧叫哦，啥人做了偌好都偌好，你家己爱要有判断力，哦，这是。进一步，这个商鞅的主张啦，吼，不法古，古早的制度无一定是上好，吼，啊不循今，今仔日的制度嘛无一定是好的，吼，你家己爱去查出来。执一而治，不义者乱。时代无如发展通敌方向一成不变，社会必然为乱。一成不变，你时代有在进步啊！你干那去靠以前的方法，绝对会起乱。哦，一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者愚蠢的人。一改迄个儒家哦，讲做啥？什么叫守株待兔？有一个坐禅人，啊，就逐日真认真地坐禅，啊，就是一只兔啊，雄雄公公撞来。啊，弄到台啊，啊，死的混的条边，啊，都给抓起来。哎，哦，这好谈呢，哦，这一声都好谈。啊，耍弄一摆做啥来？一打起在么桥边咧等，啊，这个守株待兔，啊，干么探无家，哦，也探无家。咱袂使做儒家的这个吼，讽刺儒家，都讲。孔子的迄个学说的吼，就是守株待兔，啊，所以法律、术、士三个结合起来，哈，商鞅圣道深不害，重视法、重视术，拢有特点，
若要再研究，也可以再研究吼。啊，这是健全法治啊，四是指君王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注意，爱独掌军政大权哈，袂使让恁某去管。术是指驾驭群臣，哈，掌握政权，推行法令，哦，主要察觉，防止作乱，哈。袂使讲，即卖真流行讲，迄阿娇摕，佫都毋是我摕咧，哦，爱注意。这是讲以前的人物啦，吼，以前的人物吼，因为迄个时阵汉民族有真好的发展的机会，吼，啊，大家的思想真开放，真开放。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你讲的我无讲你唔对，但是我的较对，啊，就一派一派，有十大家。迄个时阵，汉民族的思想是上伟大的。但是啊，七创八创创啊，到啊，我写荷兰历史的时阵哦，荷兰人讲，阮两个荷兰兵都有法度打败你中国兵五十名。这什么东物件？两个荷兰兵打败中国兵五十名，什么意思？就是。伊强你25%啦，毋是强你10%、20%，所以每边甲欧洲战争吼，总输啦。吼，迄个八国联军，八国联军是啊，迄是杂牌军吼，伫上海调一挂啦，伫天津调一挂，啊，拢总20,000人来个天津，派2,000个人去北京，啊，北京都。满清就落跑啊，北京城外地啊，2,000个人去就家己解决啦，吼、哦。啊，一个要打去东郊民巷，就是讲迄个使馆区哦，你满清的军队你都无法度打进去，吼、哦。这就是讲国力奈差遐侪，啊奈差遐侪，迄思想的变化，就是欧洲世界。在1517年，因嘛头前嘛是同款哦，哦，到个1517年有一个马丁路德，哦，马丁路德，伊宣布教宗对教皇，哦，95条的罪状，带教会门口，教皇有。95条的罪状，哇、哦！这人呢还好大胆，敢控诉教皇的罪状，教皇会派人来抓。伊收到日耳曼贵族的保护，无去用抓去。啊，这无去用抓去，哦，啊，这个哦，引起欧洲的真大的改革。即嘛，欧洲人敢讲，地球是圆的，地球。晒太阳在行，哦，你即讲即款理论哦，啊，你要甲上帝放喺度，迄阵爱互掠去刣，但是因为因安尼讲，所以才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吼、哦，等等的行为，有工业革命、文艺复兴，所以因的思想进步，大大的进步，啊，中国原地踏步。在中国，干那孔孟思想，你去爱读什么书？读一本书叫做《四书五经》，这本书呢读会晓，这本书呢读会好，你就会升官发财。哦，啊，都汉民族有10万的人，过去1000年受到《四书五经》的教示。都专得到这个功名利禄，啊，差不多地球是圆啊扁的，所以汉民族输人，荷兰人两个都已经打败中国兵50名，
但是现在外国公路回来，荷兰人来打台湾，1624年提起，但是郑成功来打败荷兰人，啊，你要怎解说？我跟你解说，荷兰人为头到尾上最上最的时阵，派2000名荷兰人来台湾。啊，台湾阁是遐尼宽，唔止干那伫台南一带，到个淡水嘛有，爱派兵去，所以伫台南一带干那差不多1000名荷兰兵啦。好、哦，啊，剩的拢散去其他的所在。啊，郑成功派几个人来？25000人来，25000人来那个台湾吼、哦。国都打10个月，他买手，他英国的大炮，他个弄，他拍，拍个荷兰人讲好啦，我来走。荷兰人要走的时阵哦，一个规定，你都爱甲我的船准备好粮草，好我有法度开为这个台南安平古堡吼、哦，开个巴达维亚。巴达维亚是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哦，有水，有粮食。我的军队要撤走的时候，每人拢排枪，吼、哦，拍鼓，吼、哦，啊，枪啊，枪膛拍开，就是讲我无放枪支，啊，安尼齐步走。啊，我的人过叫回我来，吼、哦，安尼做一捆走。因真公营，这是荷兰。咱这个，那得要看中国历史，拢看袂到。这是在荷兰历史看会到。啊，这个是400年前的荷兰文，这是写古荷兰文。咱台湾人有两个人会晓古代的荷兰文，伊翻译出来，咱才知影讲这块代志。哦，啊，即马各国工作倒来，深不害。哦，法家的思想，甲即马咱所讲的民主的形式哦，有真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法家就讲君主集权，哦，绝对的，哦。所以你即马做一个单位的主管，你嘛都爱集权。啊，要安怎集权哦？你一去内底，你伫遐聊落会知影哦。啊，无你哦，你都去互人瓜分去，啊，唔知影，去做个橡皮图章哦。啊，即爿讲到韩非子的生平哦，韩非子是建国末期的贵族。有人讲伊口吃啊，我才都有讲个吼。伊甲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吼、哦。啊，伊写了几啊本著作，吼、哦。秦王嬴政，嬴政是啥人？嬴政对秦始皇啦，吼、哦。哦，读了韩非子的文章，极为欣赏，吼、哦。伊劝吼、哦，先伐赵，反伐韩。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吼、哦。进谗言，韩非子被迫服毒自杀、哦，所以这哦，这法家来对哦，家己嘛有家己的相争了哈、哦，韩非子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进步，哈、哦。那准阿公，你阿个在俄罗尧舜汤武的居多。必为兴盛效益，会让笑啦。伊主张不其修古，不法常可。肆意者肆意，肆意者被变。就是你莫照以前的法，以前的路，哦，你爱家己想新步，想新的方法来统治，来管理你的迄个单位，哦。爱用个实际来制定政策，
唔好讲用个古早的方法啊，多好啊！即即摆来用嘛是好用的，吼、哦，大家要注意。韩非子继承总结了建国时代法家的思想，哦、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哦，所以中央集权，所以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的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有法度治理国家，万臣之主，千臣之君。所以治天下诸侯者，其威势也。所以咱即马讲到民政府，民政府有人批评讲啊，恁无民主，敢会使民主？袂使民主，爱集权。哦，因为过去有一个案例，建国党成立的时阵，哦，真好。哦，啊，有人讲，啊，就一个人花费千二块，啊，一个开百二万，我甲你参加一千个人好无？哎、欸，真好啊，一千个人入来，一千个人入来，啊，就这个洞就加一倍较低啊，刷了临时动议来印刷开会，去甲印刷开会讲，临时动议甲建国党解散。啊，建国党就安尼死个，无是无不明不白。但是中华民国法律规定袂使解散政党，所以哦，建国党哦专吼专胎死腹中。咱民政府嘛袂使用个伤民主，用个伤民主，自然你就去民主害死，有人甲你藏起来，要跳江要让你死。我人数优点哦，你这已经训练三千人，我派三千人入来，简单的代志嘛，一下都来验度嘛，所以不再民主，咱也无资格通讲民主。当个身份证办好，本土台湾人有投票权，非本土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的人无投票权，迄个时阵。再来采取部分民主也会使，啊！那即摆是啥都要袂大丧，你都要民主，包死无话。好、哦，咱休困十分钟，讲七点钟啊，休困十分钟。好、哦，谢谢。